我要烤。你要烤哪个玉米？我要烤这个。哎呀，热死了！你还说呢？旁边要放旁边。我要站远一点。哇，现在不，还是这样，爸爸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因为这是夏天，自己烤的自己吃啊。啊？我觉得都快熟了的。爸爸，不要放到那个火上面烧，要放在这上面。爸爸，草都燃的。嗯。现在就用这个烫火慢慢去烤。这样慢慢烤出来的又漂亮又好吃，帮一下吧，来把那壳给我。对，给我一个少了，给个棍子你。又是哎，来，这个王清瑶烤的，哎呀，好香啊！王清瑶烤的是最香了。是不是？嗯。好不好吃？好吃。我们小时候就吃的多，在山上放牛，饿了就去摘别人的玉米棒子来吃。现在好甜哦。嗯。人家已经吃不过瘾，是不是？他一口一口的吃。这是我们辛辛苦苦烤的。嗯，是不是特别好吃？嗯。